嗨，我是龚俊。不知不觉就到了我与乐扣乐扣相遇的第二个生日了。相识的日子里，我们曾一起描绘青年底色，在盛夏露营畅饮苏打冰饮，重温初次相见时的心动。你们的微笑酥到了我的心间，这段旅程让我在悠然与松弛中，在趣味与愉悦中发现无处不在的美。今年的生日愿望也想分一个给你们，希望我们能用乐扣乐扣装点生活之美，用心增添生活趣味，享受美学新体验。